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这是血盐碎片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测试。哦，我想要测试一下，看我们一次把它全部抽光，那我看可以换到什么好看的东西。这是我的武器。现在我可能比较想要的是武器跟护身符吧，我们来抽抽看。才会赢。虽然说我有一些戒指啊、防具什么都有了，那可能主要是武器跟护身符对整个战场来讲影响比较大吧。现在来开始为大家来抽抽看。真可惜，我看非过常更好，好的。看起来是没有传奇的样子。或许有一天你会知道八、那有什么用处，这个总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。14、15、16、没有人每次都赢的。17、18、19、20，我看过更好的。21、22、23，我看过更好的。24、25、26，我看过更好的。27、28。我看过更好的。30、31，非常好，没错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20、30，30加上地上的三十三抽，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非常的令人满意的头啊，非常不令人满意啊。所以以上这个是三十三连抽的一个测试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谢谢大家这个观赏这个悲剧的一个测试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